我们晚上7点以后会有一个游鸿明的演唱会，完全免费，也不用宣传单也没关系。听我讲，听我，喂。不用这个宣传单也可以入场。上回来的剧组，6点就要来哦。宣传单，看一下。最后十秒钟。来来来来，有。来来宣传单，都有了吧？一、二、三，我上台，你进去了。谢谢。谢谢你的宣传。啊。把喇叭交给我。先上车。只有在学院这边感觉上比较有这个宣传的力道，还是有点担心，因为毕竟这是最后的一个时间，然后很有限的时间里面要在一个很有效果的地方完成这个任务，还是蛮紧凑的。最开始你的把握是70-80%，对，现在的呢8-9%。 OK， 希望晚上有个好的结果。好的好的，休息一下。好，就反而没有那时候拉票的那么紧张了，因为现在结局应该已经底定了。对，我心里面就是用一个很平常心去面对。欢迎观众朋友继续收看由湖南卫视和天传媒联手打造的全国首档明星人气检测真人秀奥克斯空调一呼百应。我是主持人维嘉。我是季杰。那么电视机前的朋友，欢迎你们发送你们喜欢的明星的名字到106695882009，如果你获得了2009幸运回复数字的话，就会收到我们送出的苹果 Nano MP4 播放器，但是最重要的是您的短信可以把你喜欢的明星送上我们一呼百应的挑战舞台。今天我们一呼百应来到了贵州的安顺。那今天我们白天的时候在这方舞台上送走了我们的挑战嘉宾游鸿明，开始了他一天的挑战之旅。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仍旧在这儿等待他的归来，不知道他今天的挑战是否成功。如果成功的话呢，我们的舞台会尽情的绽放，然后他可以热烈的表演。如果失败的话，他只能在我们的追光灯之下落寞的歌唱。出道十